知识引发思考，人生之奥妙，其答案就在自己心中。阅读穿梭于字行间，透过某种观念、计划或目标，突然萌生于脑海中，或者成长成就，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观念。原则包含创造有用的观念所需的态度及方式。当财富降临时，其丰富与迅速，让人不禁怀疑，在困厄谷底时，成长及财富究竟藏在哪里？一般传统想法认为，财富乃属于辛勤工作者。当开始以思考来逐渐累积财富时，将发现财富其实始于一种心境，明确的目标，再加上些微努力，自己及每一个人应该都很想知道，如何获得那种吸引财富的心境。富有的人是如何拥有致富的心境？仔细观察，一旦熟悉这门原则，并开始遵循，只是应用这些原则，财务状况随即改善，接触的每件事也将转化为有利资产。只要不断寻求他人的成长进步法则，而且愿意用有利法则奋力一搏，自己也和顶尖一群人都拥有同样的资源及人生舞台。